练那个 my stroke 这样子。Full step。Hello， 今天是Ian生日哦，我们大家跟Ian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Happy Ian Day。先洗个手。今天是我们在 Vancouver 的第一天，昨天晚上的飞机 delay 大概4次，迟了大概2.5小时才抵达。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们先一起去健身房运动。As you can see，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跟Ian的一个是中学同学吗？对，就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社交日，完了之后应该就是到处晃一晃，然后晚上再回家，大家一起吃个饭，切个蛋糕这样子。我其实到昨天为止都很紧张，其实我现在还是都蛮紧张的。但是Ian妈妈刚跟我说，就当自己家就好了，不用紧张，不用觉得你一定要做什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本来以为我化妆已经算快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平均可能至少都要化完全妆应该要快半小时，能够在15分钟内化完全妆的应该真的都是神人。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这颗出来，这是 Chanel 的气垫。我之前呢因为一直都没有买到它的补充妆，所以我觉得很久都没有用了，差点忘记它有多好用。它没有什么光泽感，但是很贴肤。잘 지내세요잘지내서요大家说一个我从小一直很 confused 的东西。我们今天来的是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你们可以买像 grocery 这些类的。Real Canadian Store 里面有什么呢？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写 President's Choice。那你写 President's Choice 不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没有 President 啊。哦。我们是 Prime Minister 啊。哦。所以 President's Choice 是谁？是谁在 choice？ 我那时候 apply 要来这个 McDonald's 工作，然后有到 interview stage， 但 interview 完就被 reject 了。Uh-oh. 今天早上不小心睡太晚，一路睡到了11点。我本来跟Ian约好了，我今天早上要7点跟他一起起床，结果他说他7点叫了我一次，8点叫了一次，10点叫了一次，我都没有起来。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们刚吃了一个午餐，然后我现在来弄一杯咖啡。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te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今天打算来这边买一点 snacks， Canadian snacks， 这个是只有加拿大才有的吗？KitKat 应该一样哦，但是 Coffee Scripts 有加拿大有，其实加拿大的 Smarties 跟美国不一样。真的？哦，哪里不一样？我们的是巧克力，美国的是那个糖。Do you want a jar of pickles？ 法文考试 ，pickle 的法文是什么？你觉得我会知道吗？啊 ，cornichon。哦。成功啊，这个了，美国叫这个叫 Smarties， 但我们叫 Rockets。 哇，你看他们有这样一整袋的，哇哇哇哇哇哇，一整袋的糖果，然后它真的是，哇，你看 2.5kg 耶。非常克制的买了一点点而已。Shopping good。来 ，Crystal Ball。这个是一个中文比英文还要多的地方。哦。哦，你看，墙上的这些 poster 啊，全部都是中文。所以为什么我中文学不好呢？为什么？因为还没有遇到圣地亚。哦。佩奇亚。啊。哇，下面有一整个菜市场哎！哦，哇哇，你是不是假日都来这边玩啊？我在这里当童子军。哦，真的、哦？要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太饱了，不然就来这里吃。哦，我感觉会在这边大吃特吃。哦，这边有一个激光香香鸡。今天的 Vancouver 之旅就这样子非常快速的结束了。其实我们这几天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我们就待在家里，然后工作啦，然后跟家人吃吃饭啊，运动，就这样。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观光，我们只有去 Vancouver 市区吃了一个午餐而已。然后那天其实我们本来打算要在市区多逛一下的，但是因为就是下雨下的蛮大的，
然后又蛮冷的，所以我们就回家了。我觉得我们棒。嗯，然后我们今天晚餐一样是简单的，就在 lunch 里面把它解决掉了。没有 chips and salsa， 不知道是什么汤跟 chicken wrap。我也不知道什么汤。然后我刚还去买了这个。Tim Hortons， 然后说离开之前还是要再去买个 Timbits， 然后我这次学乖了，我就买了六颗的 Honey Dips 跟四颗的 Old Fashioned Glaze。这支 Vlog 呢，可能真的有一点就是东拼西凑的，想到了我就拍一下，想到就拍一下。不过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四天在 Vancouver 的一些生活的小碎片，希望大家看得还喜欢。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不喜欢的那就 unfollow 完成。Thank you Canada。我这样子就是以后也成为一个 Canadian 啊。嗯。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之后，然后我住在这里一阵子，我就变成 Canadian。所以变成我第几个家呢？四个。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